今天好多，鸡腿菇。哎呀，今天可能是个大收获，我发现了好多。哇，好深啊，这个。哇，这么小还要啊？。摘过来，我先叠好，放好。哎呀，好深啊，这个。不行，那能怎样？不行，我。你给你老妹喽。那把皮是什么颜色？这里有特别多鸡虫子。趁着早上这个天气去找这种鸡腿菇的话是特别的多的，等会再去继续找。真的小孩子，刚才我找了一窝，这里很多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呢是这个季节特别的多这种鸡腿菇，然后这里看一下，看见没有，这些刚从土中冒出来。这个鸡虫菇就说今天早上整整等了3个小时，也没看见它长大多少。看见这些，我准备拿这个东西把它撬起来，这里全部都是。刚从土中挖出来的话，挖到上面一点点，这里就比较嫩，又等了3个小时。先把它慢慢把翘起来，这种慢慢的露出来，我整整等了它3个小时，还是这样子。最后这一个挖了一篮，整整一篮。刚才我挖了一些鸡虫菇，我今天让我发现的时候特别小个，但是我整足足等了它3个小时，也没长大多少，然后就直接挖了，在后面挖，特别的多。哦，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出去，拜拜。